跟住落嚟系第二回合，第二回合嘅比赛时间只系得翻1分30秒而已。你哋两位今晚系所有嘅总金额总共系10,000元正。喺呢个回合里面，所有喺 band 里边嘅奖金全部会以 double 嚟计算，然后加落去总金额里面。上一回合 strongest 星系01，你会答第一条问题。两位参赛者即刻玩 the weak sing。Start the clock。01人物题，请说出 TVB。高层陈志云外另一位李高层的人物名称，正确。而动画题，动漫男儿当入樽总共有几多集？150集。唔啱，系101集。另一人物题，韩国边一位女星系饰演剧集《大长今》的主角呢？正确。结人物题，星期日档案里面的郑金玲是不是出生于一个单亲家庭？是。正确。01地理题，意大利的首都是哪一座城市？正确。结地理题，2008年奥运会是在中国的哪一个城市举行？北京。正确。01科学题，以下哪一种水果所含的维他命 C 的含量是最少？苹果、橙还是柠檬？正确。结科学题，水究竟有多少种形体？两种啩。错，正确应该是三种。01英文题 Very 时间到了，我不能够完成这条问题。啱啱玩完呢个回合啦，你哋只系 band 到300 TR， 然而我哋将佢 double 嘅之后就系变成600 TR， 而加落重金额就系总数为10,600 TR。好啦，跟住落嚟咧，每人需要轮流回答5条问题，边个最先俾到较为多啱嘅答案俾我，嗰、那个就系为今晚嘅胜出，并攞走今晚我哋所有嘅奖金。然而如果发生同分的情况，我们会立即进入 sudden death， 直至到能够找到其中一个胜出的位置。01结10,600 TR， Let's play the weak sink。 01，你是上一个回合的 strongest link， 你有权选择你是答先定一或答后。01，今年欧洲联赛冠军杯胜出的足球队所属的国家是哪一个？不对，是巴塞罗那。结，著名的香榭丽舍大道是位于法国的哪一座城市？Pass。正確的答案应该是巴黎。01，诸葛亮临死之前交给姜维的是一本什么来的呢？诸葛亮在临死之前交给姜维的是一本什么来的呢？我接受这个答案。结，香港最后一任的港督是哪一个？Pass。那位是英国的外交官来的，叫彭定康。01，日本著名的雷门大灯笼位于日本的哪一个景点里面？正確答案应该是浅草寺。结，西周和东周的分水岭是因为什么事件而导致的呢？
Pass。正確答案是平心東遷。零一，菊花除了可以用來製成涼茶之外，請講出菊花另外一個用途。這個是正確答案。結，跟住落嚟你一定要答啦，先至可以繼續玩落去。如果唔係，你今晚係一毫子獎金都冇。結，擁有水都之稱嘅城市係叫咩名？哈，正確答案係威尼斯。另一期今晚嘅 Strongest Thing， 你可以攞人攞走今晚我哋所有嘅保險庫嘅獎金10,600 TR。而杰，你一毫子奖金都冇。下次我哋嘅 Weakest Thing 再见，拜拜。今次嘅 The Weakest Thing 令我学到好多知识，虽然得三个人玩，但系都令我好满足。今次能够顺利咁举行到 Weakest Thing， 我都好开心啦。起码大家都真系好乐意去玩，而且都好尽力。我都好多谢咁多位台前幕后帮我整题目啊、搵音乐啊，甚至乎整声啊、音之类嘅人，我都好多谢你哋。如果冇你哋嘅，我都唔会真系可以咁成功搞到呢个活动，同埋可以整到呢套片。好多谢你哋。